妖怪！私の心の闇が暴走しています。お願い、僕王、私の半身を、光線を倒して。俺にはできなかった。残された妖怪の半身をこの手にかけることが。あいつを倒しちまったら妖怪はこの世から本当にいなくなる。それだけはどうしても耐えられねえんだ。たとえ悪だとしても、あの女は妖怪だ。だから俺はあいつを、妖怪を守る。劉備たちは武都に光線を破り、一度は優勢を得たものの、北欧と合流した光線軍の反撃に予想以上の苦戦を強いられていた。西欧墓を探す前に邪魔者を排除しようと考えた光線が、あまたの妖獣を呼び出し生徒に向けて放ったのである。ここで踏みとどまらねば、二度と再び国に安寧が訪れることはないだろう。劉備は諸将の力を結集し、迎撃の軍を発した。哈喽大家好，我是阿伦，继续玩这个三国圣马迪瑞读的，然后终于玩到了这个妖仙篇的第三章啊。然后前面的故事剧情就讲到那个穆王终于黑化，他真的是不惜保护他的皇权，自身黑化，他也不再说不惜。好吧，继续做我们的主线任务。讲对，接下来是主线任务是要打破这个穆王，击破穆王跟那个巨大妖兽，然后特殊目标是夹击作战成功，还要夹啊。好吧。另外一个十分钟内破关了，这个就好像有点难了。好的，开始吧。また随分たくさん妖獣を呼び出した。谁召唤？那个不是他召唤的吗？原来，他黄泉召唤的应该是。だが光線は妖怪。黄泉就是杨回唯一的杨回，那完蛋了。杨回应该是那个西戎五娘娘的，那现在是弄乱了他自己了。赤旗への攻撃は。将计就计，私も賛成です。赞同就三分。攻击无备的双翼，在夹击主力吗？好的。その策目だば。脅威だろ。さすがですね。利用地形吗？好吧。蜀は取り返したけど。结果就不那个担心蜀地方了吗？取出出来那个反映一下魏国怎样？不用担心，一定没事，你要信我哟。机车这边就放中间就好，因为我不懂他那打哪里的。接下来装备什么应该是不用换吧？出击。对了，后面那个熊宝宝是装饰来的，其实没有功能的。牧王出现这么快，他不是夹击他吗？是要打的小兵先。迅速攻击左右击，好的，孤立牧王。OK， 好吧，左右击。去夹啦！打精力去。我说这个大乔他的招式是很像那个啦啦队这样。
要去挤压他，这样的话，可是这边门锁这边应该是木王底的，可以往往跑，所以要打倒这边的武将先，他才可以拿到锁匙。无限巨星，哦，被打到，跳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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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各种跳舞。再用再用再用，打掉他的装备，快点拿整力，有整力吗？有掉，有没有掉？高级七，你看，打了对，我的攻击力是不是不太高？能打很久。有救，我要觉醒了，觉醒变成天使，干灭了他。搞定一只，哎，还没有，好，搞定一只，去打第二只，快点快点，我要开门了，别武器，打他一下没有救死去，加油不？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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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门其实开了的。不行，打没这只。对，好的，搞定，拜拜。象牙。在哪里？这边吗？不是，在哪里？那个门有点路痴，这边对了，应该是。这边兵要打了嘛，现在不用管。既然是有直线路，那个打倒四五次。我要去打那个魔兽先，三手大鹰吗？这边，好吧，这个新兵器，大招呀！哦，钉子还有，不理我，不理我就最好，喷火，喂，也喷到，呜，快闪人了！哎呀，也是被他打到最后。跳，哎，来不及，他这个边攻击脸枪，又有球开大招，手拉尾巴，然后再喝酒，然后再开大招，跌倒是不是？喂，谁偷袭我？要飞走了是不是？追！快点快点快点！喷火，来喷，开大招！我只看到我的荧幕整个光吗？又要废话，头下来呀、啊！各种乱抢的队员呢？下来，给我下来！开大招！没有打到是吗？刚才浪费掉一个大招，要跑进哪里？要乱跑！哎、欸，跑掉，跑去另外一边，注意！咦、欸，他跑来这边，就是说我们的夹击是失败是吗？还是什么？我的武器的决心啊，决心武器！不管他的先灭他的意思，尽量。你看，整个荧幕，我开大招，我整个荧幕都是亮的。再开大招，雷电的，在地上开是雷电，在空中开是一大堆光线包或什么东西。拼命打，要赢了，吃力点。OK， 击破右军，那可以走了吗？应该是可以走，我要去击破左边的。左边的，我来了。左边是打哪一只？哦，蛇面。为什么我的无限克制不到？啊，用枪，用枪清射。转啊，开大招。啊，是没事的，开大招，还不要打。哦，决心不见了。
结冰可以吗？猎人，结冰了，算了，先送一个小兵。快觉醒，快觉醒！后面的蜘蛛怎么回事？要打了，不用等吗？应该是打蜘蛛。好，觉醒。哦，他也是开大招，我先下去。停停停，还不停！下去，啊，可以了。喂！哦，中不中？喂！差点，我的攻击量不太够啊，时间好像也不太够了。加油吧，不管了。我可以吗？好像是可以吧，先打下去。哦，他觉醒了，意思说他的血已经扫过来了。跳跳跳，哎，来不及了，没救。今天他也是打不中我们，是我的实话。行啊。哦呦，有人帮补血吗？我要闪人先，闪人，拜拜。我要去补血哦。OK， 这边拿一个瓶子。啊，有了，满血，回来报仇。他们是怎么回事？开结界啊，就是开那个吗？啊、果然是，实话的招。上来突袭，跳！哇、哦，幸好有跳走。又来，跳了我。他们两个在两只在一起的话，他们就会开大招了，别急。我一直转两只都不可以，有转这两只吗？不管他，我现在没有一直打的，对的。哦，他还在找另一只。快点，跳跑进。哦，没有没有，出来了。哦哦喂，一打二啊！我们是打不过他打的，不要再这样了，乱乱飞哦，来不及了，突破第二层了。哦，夹击失败，没办法，我的攻击力不够了。好吧，加油吧，不管了，别瞧不起他们，谁瞧不起？还敢打打的？你们死定了，死定吧，你们注定玩，我还不想玩。又跑掉，我要去追大蛇去。开门了吗？无限无限，换人补。好吧，我用棍打开那个蛇，血都克不到他。冲上去开大招，好，开大招，呀，连拼命烧。可以吗？应该是可以的。我要整个屏幕崩掉完，血不血打？开大招！挖银子，哎，打银子，我中了，还会中招？另外一只搞鬼了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喷他，喷他，喷他脸，射到他一脸都是。嘿，结冰，收回。快点，快点，快觉醒！觉醒武器，啊，不然打那个蛇很麻烦。跳，好，先打飞了，用连招打，开大招。哦，搞定他了。好像用正打比较好打，虽然是没克到他。风景啊，接下来直接打木王啊，就可以很快了。木王来找你，哎，木王发哪去？放在另外一个地图。好的。喂，停停停停。偷袭，好吧，找木王，木王我来了，他、啊、现在是直接结束状态，不像之前是准备的呀，拼命射波，那个射那个球球给他队友，我的招，喂，他新的招射到里面的，算了，好像是无限电呢，还打招，呀。哎，没中，
빨리 하자. 打不中他，打不中我，两个轮飞，打油了，也是抓不到他，很难抓到他。嘿，开结界啊！<笑>这个结界招式也是很好玩的。<笑>哦，飞上去，冲上去开大招，有点烧到他。哦，周王之阵，拿什么东西？嘿。 喂喂喂！好啊，骂他了吗？开举炮，赵云飞的举炮吗？举炮完应该是变好人才对。南明一战吗？不要这样哎，我已经举炮他了。对，哦，闪人剑，他雷电，哎，来不及，开大招，跟他烧过。 解禁的攻击，看雷电应该是不可以近身的。哎，解禁没有中，中两下了，算了，不可以用解禁，那解禁很难连。 嘿嘿嘿，再射！他跑哪去了？哈哈，惨了，一个乱场。哦，大招！太接近！嘿，算了，没有中，给弄飞啊！咦！ 有几个吗？有赢了，加油！赢了，耶，太好了！哎，有15分钟内，哦，太好了！那个，这个是护士装啊，兄弟！啊，能赢就好，有点难这边。 喂，这次还可以用司马懿。哦，现在是我们进攻他们防守的时候吗？<笑>好，这次就玩到这边为止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